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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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很小时候，很小很小的时候，《星际大战》要上映了。我不太清楚，我知道史努比要上映了。什么原谅 觉醒那个？我知道原味觉醒。据说好长一段时间之后才出来的。我一直在等。会啊，因为就很喜欢了。它好像是两代还三代的故事吧？很多星球一直在战争啊，然后就有一个坏人，对，那叫什么？什么黑武士、白武士那个吧？然后就互砍这样子，有人嘛，又有外星人嘛，然后打来打去的。应该说第一集开始就是洛克的小时候嘛，他在一个干旱的那个贫穷性星球嘛，然后后来那个谁，哈里逊福特演那个最快的那一台就海盗舰，就再来就是那个毛的毛人，啊、哦，还有最可爱的就是那个壁捕那一个机器人，黑武士。好像只印象只有他，我忘记了，因为那是很小的时候看的。嗯，好吧，实在是有点忘记。这不是那个光剑吗？光能剑吧？光剑。光剑，它的原理就是它的用的原力，有原力的绝地武士才能使用。是跟原力控制有关吗？这我就不太知道哎。不知道。照我们来讲，应该所谓是精神力跟集中力吧，类似精神的力量之类的吧。哎，他们学那个、啊、绝地武功不是吗？不是很清楚哎、欸。可是原力不是可以把人吸过来又弹出去的东西吗？那是纳美克星呢、啊？这是那个大魔王住的那个堡垒，它是不是一个基地啊？什么死星？它的功能是什么？好像是他们的基地组织，是不是类似吗？是反抗军吗？我觉得不是反抗军。联邦吗？我不知道。他说三口组，好像是跟帝国就是对抗的那一边。哇，这个战机啊，这个战机出现过很多次，就是路可开的跟黑武士有缠斗过。这个叫，哎，我真的没记他叫什么名字啊。为什么我会记名字呢？我不会。AK-47 吗 ？X 型什么东西的战机吗？对嘛 ，XE 战机嘛，对啊，因为它双翼张开的时候是一个，都是一个大 X 啊。